那时候打出去的时候，那感觉就是很那个。那我们给玉成学长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就没想到，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，每次放假的时候，就跟爸爸在家里打那个保龄球，跟爸爸这样子一起玩这样子。他丢他赢，我们打这样子，然后就那时候打出去，想到这个画面，然后就觉得是为什么要早点来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先来摆第一个动作哈，第一个最快、最酷、最帅的动作。那时候打出去的时候，那感觉就是很那个。那我们给玉成学长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好像是跟天上的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做到了。”那再帮我们回顾一下，对，就说我想。从小到大打棒球，当然爸爸一定对你有很多的期待，甚至可能，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，然后走到这条路。那么终于挑战了最高殿堂，同时也打出了全垒打。哦、那么，就说棒球跟你跟爸爸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连结？哦、不然我们再问啊，就说棒球看你跟你父亲这边有什么样的连结，让你就说打从 Justin Anderson 手中打出第一发全垒打会这么的，就是情绪会那么的激动这样。因为这一把就是等了蛮久的，然后其实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快的出现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就没想到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，每次放假的时候就跟爸爸在家里打那个保龄球，跟爸爸这样子一起玩这样子，他丢他赢，我们打这样子。然后就让我打出去，想到这个画面，然后就觉得是为什么要早点来这样子。好，现场媒体朋友，再给张玉泉选手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稍微擦一下，毕总，喝口水好不好？喝口水。很期待啊，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就是很久。我跟他也没有就是一起打过球这样子，除了15年亚锦赛那时候，然后这次又一起并坐着那个并肩坐，就很开心，能够就是为国家争光这样子，这一份力这样子，然后也希望能够自己能够表现好这样子，对啊。